家属与花莲慈济医院医护团队感恩彼此的成全，而这个遗爱人间的因缘是来自多年前的一场手术。因为我老公他有接受过龙总，那时候台湾的前十例成功的肾脏跟胰脏一起移植，然后是十一名医师移植，那时候他也获得重生。 十多年前，肖信元仅接受了肾脏跟胰脏的移植，今日家人们也陪他走这一程路，一起让这个爱延续下去。有些人真的很需要被救治，等待也很漫长，很煎熬，所以甚至有些人没有时间等待，所以有机会就做这种事情，可以有重生的感觉。 在庄严的符号声中，慈济志工抚慰家属，祝福萧元景成员再来，也期望这次捐赠能造福更多病患。大新闻黄兰平、刘宏志，花莲报道。国际萤火虫年。